生肖羊今年生肖羊福德宫有财神接财，心态好而人生幸福，福气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八天内发横财千万钱财，一整年不缺钱，吃香喝辣享荣华富贵，赚的财库充盈，荣华富有，终得财神大顾。获得消息的速度非常快，很容易抢占先机，抓住机遇。如果能够在婚姻上有所突破，顺利发展，有贵人加持，可谓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生肖马，生肖马从命格上来说，五行属火，八天内发横财千万钱财，一整年不缺钱，吃香喝辣享荣华富贵，而且还是正午之火，能生财聚财，得八方贵人相助，远离小人，人财聚旺，拥有无限的精力，并且在生活中可能会有喜结良缘或生育天丁的好消息呢，喜事接踵而来哦。牛，小牛人有着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，认准的东西从来是矢志不渝，并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和付出。小牛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命，成功者就是需要这种专注和执着的品性。未来八天左右，小牛人命格之中空降贵人大运，前途明朗，大财可得，还有横财大运入命来，鼠年小牛人家门富贵，从此以后一生不缺钱。生肖猴属猴的朋友进入十二月后，多财多福多鸿运，八天里横财连发，一发再发，挡不住，名利双收。受到财神的庇佑，财运虽不及其他几个生肖，但相比自己之前也是令人兴奋的。如果把握住大展拳脚的机会，那么一生注定财富双收。